三、二、一，请亮拍。四位搞笑刺客在不足24小时内完成6个不成熟的剧本，从熟悉完善剧本、服装挑选、排练到剧作呈现，每一步都是争分夺秒。你们这里私藏了朝廷的要犯，你赶紧走吧！你如果再不招，我可就对你手下不留情了。上！哎，这个不是那个，就是那个什么战国什么鬼的那个。行。本节目由只做好中药，健康天下人玉芝林冠名播出。玉芝林行百年，中药荟萃必出精品，即可试用，绝不欺瞒。阿拉丁有一个充满魔法的神灯，各路强盗虎视眈眈，都想占为己有。危难的时刻，阿拉丁能否保住神灯，击败强盗？神灯的魔力能否助他一臂之力？塔尼克德斯斯密达，什么破灯啊？是摔碎了吧？不对，他这块是你要抱着灯，就是你不能摔。不是，我摔就完了呗。摔完了吧，摔就完了，出来了。一摔完之后，他这舞女的不出来了吗？这舞女的怎么排啊？因为阿拉丁那个吧，刚开始给予我们那个剧本吧，不是那么充分的。来，等一下，等导演，咱们得确定是什么口。我是灯，我们这边灯碎了，完了是娜娜准备出场。他们先跳进来，灯一碎我们就出来了。来，咱们配合一下呗。可以。来，他们在哪儿呢？在那边吃。他们在后边呢，后边。你给我，你撒手！我不撒。灯碎了，那四个女的呢？灯碎了。别抢，你不抢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直接跑到那站四个角，你们就闪开，你们闪开，你走开点。你后期切一个，就是我们直接是立在那儿的就行。他们灯碎了，我们不可能从外面跑进去的呀。好冷啊！好冷啊！我是不是有个桌子或坐在哪儿啊？我这一直站着呀，好傻呀！因为我一直没什么话，我就应该坐在这儿，有一个什么桌子在这看着他们，然后。呼呼哈哈！是好不容易放开，我在演戏呢。是好不容易，快点，一会儿后期报警。什么玩意儿？快赶紧！这个是就行，跟那个大铁路不是一样吗？每个人上来先得看一遍地下的尸体，我选，然后用莹莹为了，我叫什么来着？叫问向天，向问天，向问天，向问天，你在哪？就最后在台上的时候，我有看他们一眼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从来没有觉得四个人如此的突出，然后又完美，他们四个我非常非常的钦佩。他不是你，这是高帅，这是个朋友。来，咱们几位老师，没词儿，没词儿，没词儿。好，上来就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别催。来，完了，这是他倒了以后，那个祖先丘上。某日，令狐冲挑战东方不败，使尽全身解数也无法战胜。随后采用了人海战术，江湖再度刮起了一场腥风血雨。我也和你嘚瑟一嘚瑟，嘚瑟一嘚瑟。走走走走。
眼泪都出来了。这个人已经开启震动模式了。虫虫，你死了，你不能笑。要拍第二版《人体蜈蚣》人体蜈蚣。虫虫，莹莹，形象，你们。啥词来着？是我吗？我一直是，你们猜错了。我不是东方不败，我是东方蜘蛛侠。无力之尊，唯我独尊。大傻子，我天哪！不行啊，这个，这太傻了，这个。蛮好玩的，我都笑不行了。